这条河被称作中国的母亲河。之所以叫它母亲河，是因为在它的流域孕育了古老的东方文明。4500多年前，人类文明的曙光开始出现在这条河上游的一些原始部落中，一个叫夏的国家诞生了，而今天中国最早的历史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写起的。真正把这段历史变成文字的，是出生在这条河上游西岸的一个人。2000多年来，他的名字始终和一部名叫《史记》的历史书相伴出现，他叫司马迁。这个隐藏在中国西部沟壑里的小村庄名叫徐村。每天早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这里和中国农村其他地方一样，开始从沉睡中渐渐苏醒。村民们陆续走出户外，重复着日出而作、日落而休的农家生活。有所不同的是，立在村口的这座石雕牌坊似乎给这个很平常的农家村落增添了一些神秘色彩。据说这个牌坊距今已有600年的历史了，上面赫然写着4个字：法王行宫。法王是中国历代皇帝对藏传佛教高僧的一种尊称，牌楼上的字似乎在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是一个高僧的行宫。然而它的真正含义却出乎人们的意料。牌楼上面这4个字法王行宫，我们这个地方人不是这样认为的，是拱形王法。拱形是古代一个刑罚，这个我们认为这种刑罚是不公正的，是王法。把法王行宫4个字倒转过来，竟然变成了当地人对中国古代一种刑法的不满。这是一种针对男性囚犯的酷刑，接受这种惩罚的人被非常残忍地割去男性器官，变成一个失去尊严的人。这种刑法就叫做宫刑。如此残酷的刑法和这样一个四面环沟的村庄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呢？在这块神秘的石牌背后，当地人想隐晦的到底是什么呢？除了那块令人费解的石牌，徐村的习俗和中国其他村庄也不大一样。这里每年最盛大的节日并不是中国传统的春节，而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另外一个日子——清明。按照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习惯，这是一个祭祖的日子，也是一个伤感的日子。对于徐村人来说，清明节这一天恰恰是他们一年中最喜庆的节日。每家每户都会不约而同地在这一天张灯结彩，春节里特有的贴春联、蒸彩馍、唱大戏等传统民俗，也只有在这一天才会出现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村庄里。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个名叫徐村的地方，却找不出一户徐姓家庭。在这个由300多户家庭所组成的村落里，只有2个姓氏，同姓和冯姓。长期以来，两个不同姓氏的家族始终聚集在同一个祠堂里祭奠同一个祖先，在中国其他地方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个又一个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使这个平常的村落变得扑朔迷离。那么
在这些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掩盖之下，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他们共同祭奠的祖先又是谁呢？这里就是由冯同两个家族合建的祠堂，大门的匾额上清晰地刻着五个字：汉太史遗祠。显然，这个汉太史就是他们共同的祖先。然而，这个人既不姓冯，也不姓同，而是另外一个在当地并不存在的姓氏——司马。这个人就是司马迁。在中国的百家姓中，司马这个姓氏最初是由一种官职演变而来的，他的职责就是掌管天地间的事，实际上这就是远古时代的史官。后来这些史官的子孙把这个官职的名称变成了姓氏，从此司马家族开始繁衍生息。公元前二世纪，司马家族果然又出了一个史官，一个在朝廷中专门掌管历史和天象的官员。这个人名叫司马谈，他所担当的这种职务在当时叫太史令，也叫太史公。巧合的是，后来他的儿子也同样担任了这个职务，似乎证实了司马家族历代为史官的传说。今天当人们去查阅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时，会无数次地从一本名叫《史记》的通史文献中寻找线索。这是一部纵贯中国古代三千年的历史巨著，全书130个篇章，总共526500多字。这本书的作者正是那个史官司马谈的儿子，名叫司马迁。《史记》啊，分为12本纪，10书8表，30世家70列传，一共130篇。《史记》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史学和文学融为一体，所以才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人们很难想象，在一个没有纸张的年代，那些残缺不全的史料通过什么方式进行收集整理，而如此庞大的文字记载工程又是如何完成的。千百年来，人们在不断探索这部伟大历史文献奥秘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追寻着它的作者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轨迹。遗憾的是，曾经详实地为中国古代3000年历史上各种人物做过传记的司马迁，自己恰恰是一个在现存的史料中连确切生死年代都有争议的人。一直对司马迁研究存在着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就是元丰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出任太史令。唐代的司马真在他的那个著作《史记索引》里著说，这演司马迁28岁，那么一推，他就是生于汉武帝建元流言公元前135年。第二个申言呢，是司马迁在太初元年，就公元前104年颁布太初历，这是件大事儿，司马迁参与了制作这个太初历。说呢，另外一个作者叫张守节，在他的《史记正义》中这么注释说，司马迁42岁。按这个说法一推呢，司马迁就生于汉景帝中元5年，也就是公元前145年。时至今日，对司马迁出生年代的分歧仍然集中在公元前135年和公元前145年上。前后相差10年，双方提出的论据大多是按照有利于己方的解释和推测，谁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否定对方的见解。而他到底是怎样走完了最后的人生，在今天仍然是一个谜。那么司马迁出生在哪里呢？《史记》的最后一篇叫做《太史公自述》，在这个自述里，
他说自己出生在一个叫做龙门的地方，曾经是一个以赶牛放羊为生的牧童。然而这样一个山村的放牛娃，后来又是怎样成为一个史学大家的呢？这里就是当年司马迁所说的龙门，对峙在黄河两岸的这片深山峡谷就叫龙门山，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人们驰骋幻想的地方。相传在远古的时候，龙门山是连在一起的，汹涌的河水在这里被拦腰截断，致使两岸洪水泛滥。后来一个叫大禹的人考察了这里的地势后，决定采用疏导的方法来平息水患，他凿开了龙门山，湍急的河水由此进入了宽阔的关中平原，变得温顺而平缓，从此水患消除了。龙门以下的黄河西岸是陕西省的韩城市，这是一座有着悠久而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那古时候把韩城叫也就称龙门，所以他前生龙门，耿目火山之阳，他小时候呢才这里生活了一段。一般陕南为阳，水西为阳，韩城这个地方恰好就在龙门山之南50里地方，也在黄河西岸，因此上这韩城就是司马迁的出生地。最早司马氏家族啊在咸阳那边，就是周太史公辞序中间记载，司马氏啊驱周使金，但是到了秦金大战以后啊，中军随回本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这个时候啊司马氏又搬到了韩城。在韩城市芝川镇南门外的峭壁上，巍然屹立着司马迁的墓和祠，从这里向东望去就是滚滚南下的黄河水。公元前20世纪，一个放羊的牧童经常会在这里向着北面的龙门山眺望，因为那是一个产生神话的地方。传说每年到了早春的时候，黄河下游的鲤鱼就会成群结队地逆流而上，汇聚到龙门山下，他们迎着倾泻而下的激流企图越过龙门山，那些幸运的成功者就会化成神龙飞向天空，而失败者往往被冲下山崖无功而返。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鲤鱼跳龙门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努力能够改变命运。据说司马迁小的时候经常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徒步数十公里去龙门山，希望能在那里看到鲤鱼跳龙门的神奇景象。也许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神话的真正含义，不过后来他的命运真的就和那些幸运的鲤鱼一样发生了突变。公元前130年前后，长期以耕牧为生的司马家族一下子幸运地变成了一个官宦家庭，这个转变是由于司马迁的父亲当上史官而引起的。虽然这个官职在当时并不耀眼，但是这对于司马家族来说却是一件大事，因为中断了多年的史官家世终于可以从此延续下去了。而那个充满幻想的牧童就这样跟着他当上史官的父亲，离开那些无数鲤鱼都想跳过的龙门，来到当时政治权力的中心首都长安。太史令呢是刘伯旦，他的级别是刘伯旦，刘伯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正处级，但这个官职虽然比较职位比较低，但是呢由于他很重要，他是掌管那个官心里，掌管国家那个相当于国家图书馆，资料，所以呢，在那个朝议大会，太史令是参与讨论或给皇帝做顾问。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和辉煌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今天不少中国人所熟悉的汉武帝时代。而作为史官的司马谈也就成了这个东方大帝国盛世的见证人，
同样，他也希望他的儿子将来能够在如此强大的帝国里有所作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下，司马迁开始接受父亲严格的教育。在他十岁的时候，一个名叫孔安国的人成为他真正的启蒙老师。这个人正是儒家先师孔子的第十二代孙。从他那里，司马迁学会了古文，而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一部用古文写成的儒家经典，名叫《尚书》。后来，他从当时最著名的经学大师那里又知道了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叫《春秋》，这是一部由孔子亲自编纂的历史文献。而那位经学大师就是后来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对司马迁影响力最大的两部书，第一部是《春秋》，第二部是《尚书》。因为《尚书》这部书啊，是古代的公文汇编，那么它相当于国家大政，历史记录。《史记》呢，它作为写的历史书啊，它就是要首先要反映国家方方面面的一些决策大政。那么，但是影响司马迁最大的是《春秋》。孔子写《春秋》有两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它是宣扬大一统，它用周王立作为基底，这是一种大一统的一种标志。第二个呢，《春秋》呢，它是用是非褒贬来当以往之法，为那个后往敌法为人伦的准则呢。那么这个呢，也是司马迁《史记》的一个主题，《史记》它就是宣扬大一统，司马迁在手头构建了一个人文始祖皇帝，国民主、国王朝都是皇帝指示，这就是一种朴素的大一统理论，来自于《春秋》。一心闭门苦读的司马迁，在他20岁的时候，突然放下了手中的古书和经传，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走出家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且这一走就是10000多公里。这是他第一次漫游天下的经历，他把远游的方向选择在中国的东南部地区，尤其是长江流域楚文化的发祥地，中国历史上很多事件正是发生在这里。他首先来到了湖南，在汨罗江边，他满怀感慨地凭吊一个名叫屈原的爱国诗人，这是他一生中最崇拜的人。后来在他的史记中，他把这个诗人一生的坎坷经历做了详尽而生动的记载，成为1000多年来人们研究屈原以及楚文化最重要的资料。沿着长江顺流而下，他来到浙江东部的会稽山，在那里他看到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他掉头北上，来到当朝的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倾听当地父老讲述刘邦和一个名叫项羽的霸王争夺天下的故事。后来他又来到儒家思想的发祥地山东，亲自考察了孔子生活和讲学的遗址，在这里他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深切地缅怀这位文化巨人的不朽业绩。最后他去河南，在当年大梁城的东大门考察了秦帝国的军队引河水冲灌大梁城，从而灭了魏国的悲壮场景。一路上他探访隐士高人，搜集古风民谣，考察人情世故，从古代的历史遗迹和传说中，他一面感叹古今王朝的兴衰变迁，一面试图在这些写满沧桑的天地之间寻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次行程万里的寻访和考察，使他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同时他又从那些朴实的民风民俗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成为他后来撰写历史的重要基础。
在现存的史料中，我们很难知道他这次万里远游到底用了多长时间。据说当他回到长安时，已经从一个初出家门的读书郎变成了一个长满胡须的成年人。此时的长安城正沉浸在一片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之中，被今天的中国人经常称颂的汉武大帝是这个帝国的第六代皇帝，他之所以值得后人如此颂扬，是因为他没有停留在他的父辈们所取得的业绩上驻足自满、碌碌无为，而是大胆地对治国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第一次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纲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行积极推动的方针，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大帝国，首次把中国社会推向了一个富强和繁荣的时代。但是今天的中国人从那些赞美的言辞中，往往只看到了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却忽略了他的另一面，那就是好大喜功。也许和他同一个时代的司马迁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公元前112年，汉武帝的对外扩张政策在南部边塞一个叫南越的地方遇到了阻力。这个地方位于今天中国的广西和广东地区，当时汉武帝对南部地区采取了和平兼并的方法，然而当地的反对势力并不服从汉人的统治。这一年他们发动政变，杀害了主张归顺帝国的南越王和王太后以及汉武帝的使臣，使南方以及西南地区的政局陷入了危机。为了平息这场动乱，汉武帝一反以往的和平政策，对南越的反对势力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总共投入了10多万兵力，终于控制了南越地区。不久，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迫于汉帝国强大的军事压力，自动放弃了抵抗，投靠了汉帝国。然而仅仅在政权上得到恢复还是远远不够的，要巩固汉帝国在南方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绝对统治地位，必须安抚当地的百姓，使他们从精神上归顺汉帝国。这就需要派遣一个使者在当地推行一系列优惠政策，笼络人心。那么这个和平大使由谁来担当呢？汉武帝在心中反复盘算，最后终于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时已经成为自己身边的贴身侍从的司马迁。这个职务在当时叫郎中。郎中这个官职呢，司马迁的郎中官职呢，是整个郎官系统中的一个级别，是郎官的最低一级，300担，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是一个正科级。那么这个郎官呢，没有定员，上千人，它主要是一个官吏除弊系统，他的职务就是掌守门户，除中车骑。什么叫掌守门户呢？就是他直接是皇帝的贴身禁卫，看宫门了，值班了，皇帝出行充当前赴后拥的仪仗队。所以说这个官职实际上就是直接贴近皇帝。公元前111年，司马迁首次肩负着大汉帝国所赋予的神圣使命，踏上了他的和平之旅。他此行的目的地是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据说当时随行的有100多人，满载着慰问物资和侍从的车队，在他的统领下途经当时称为蜀郡的成都，称为巴郡的重庆，四川的西昌和汉源，以及贵州等地，最后到达云南的昆明和曲靖一带。这又是一次万里远游。
对他来说，这已经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远游了，因为在此之前，他以郎中的身份已经跟随汉武帝巡游了西北大片国土，而这次西南之行和前两次相比，更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作为政府的特使，他除了要向当地百姓解释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一系列安抚政策，更重要的是，他要详细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和奇风异俗，深入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为政府的决策者提供详实可靠的依据，同时也为他后来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积累了丰富而生动的原始素材。就在此后不久，汉武帝正式颁布并实施了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保持他们原有的风俗习惯，免征一切赋税。此时，东南沿海、南越和西南地区在他武力与和平、武功与文治的双重攻势下，顺利地并入了大汉帝国的版图。帝国的盛世来到了。现在，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就是这个盛世的贤明君主，他要以一个天子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号令天下。首先，他想为自己举办一个盛况空前的封禅大典，这是他的父辈甚至连当年的开国皇帝想做却都没有做到的事情。这个封禅仪式啊，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等于是全国臣民向上天来庆祝社会的取得的成功。因为那个封禅呢，按照儒家的典籍的解释啊，只有那些做出伟大功业、创造了太平盛世，这样的皇帝才有资格到太上去封禅。公元前110年十月，汉武大帝领着文武百官，在十多万大军的护卫下，浩浩荡荡地离开了都城长安，向着封禅大典的目的地泰山进发了。在这支庞大的封禅队伍中，就有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作为当朝的史官，这种千载难逢的盛大场面，他是没有理由不亲历见证的。然而，他恰恰就病倒在了前往封禅的途中，而且再也没有赶上那只匆匆远去的人流。此时，他的儿子司马迁刚刚完成他和平使者的重任，正从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西南边塞奉命启程，马不停蹄地追赶着那支神圣的封禅大军。当他追赶到中原都城洛阳时，却意外地发现了弥留中的父亲。父亲在生命最后一刻留下的话，成为司马迁后来为之付出了毕生精力的奋斗目标。他说，自孔子春秋之后，已经有500年没有人过问历史了，现在赶上了江山一统的大好时光，自己作为史官却没有尽到续写史书的责任。他希望司马迁能够继承自己的史官职责，写一部像春秋那样名垂青史的巨著。带着没有了却的心愿，司马谈在遗憾中离开了这个太平盛世。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虽然不是针对他死去的父亲所发出的感慨，然而在他的生死观中却表现出他对泰山的敬仰和敬重。在中国古代传说中，盘古是一个开天辟地的英雄，他创造了天地万物。在他死后，他的头化成了一座山，这座山就是中国东部的泰山。因此，
在中国境内五大名山中，泰山被尊称为五岳之首，历代帝王都被他高大威严的雄姿所叹服。公元前111年4月，中国历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封禅大典终于在巍峨的泰山脚下开始了。肩负着父亲临终的嘱托，司马迁第一次以一个史官的视角目睹了这场盛典。现在的学者呢，大多数都认为司马迁写的封禅书就是为了批评和讥刺秦皇汉武，这是不对的。封禅书、封禅大典有正面的意义，有负面的意义，司马迁两个方面都做了充分的表现。为什么要到泰山顶上封禅呢？因为古人认为泰山最高，接近天，所以在泰山顶上足坛向天报告他的政绩，感谢上天，说到泰山顶上祭天叫封禅。在泰山脚下的梁父山或者徐染山祭地就称为禅，这么合称封禅。这讲的是狭义的封禅，它等于是皇帝在特殊的地点举行特别隆重弄盛大的这么一个封禅典礼。这场前后耗费数年的封禅大典终于结束了，然而汉武大帝求神寻仙的性质却在这场封禅礼仪之后变得更高了。他带着大队人马绕到东海、蓬莱、碣石、辽西和内蒙古等地，一路求仙丹、敬鬼神，最后才回到长安，行程18000华里。据说在途中他赏赐的黄金达到了数万，锦丝帛就超过了数百万匹。汉武的封禅呢，他夹杂了个人迷信，秦始皇汉武的都两人都非常迷信，他们封禅同时想着遇到天神跟天神说话，还去访神仙求长生不老，所以这个封禅呢非常劳民伤财。而且呢，秦始皇封禅以后呢，很快就亡国了，形成了莫大的讽刺。跟随在汉武帝封禅和求仙的旅途上，司马迁首次巡览了中国北方的大片疆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亲眼看到了前朝所修建的那座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此时他的足迹已经留在了中国的东南、中南、西北、西南和北方等幅员辽阔的国土上，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时光也就在这些遥遥无际的旅途上流去了。公元前108年，也就是在他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年，司马迁正式接替了太史令的职务。正月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每年正月初一是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也是农历年的第一天。但是很多人也许不知道，中国特有的这种农历纪年方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呢？我们现在中国行用的农历也称夏历，它从那个汉武帝太初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颁布了一部新历，改元太初，所以就称为太初历。它是个阴阳合历，它年是用的太阳年，已经精确到一年365天又1/4日，所以太初历又称为四分历，这个是比较科学合理，就这里跟那个四时农业呀完全吻合。那么在此之前，人们是怎么纪年的呢？按照当时的历法，每年冬季的十月为一年的开始，也就是说十月就相当于现在的正月。它的明显不足是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总不能与月亮的运动规律完全合拍，用它来计算农时很不方便，同时也给历史的记载和对历史事件时间的考察带来了不便。中国的历法起源很早，传说在皇帝时代，当时就知道有363天，有四时分明的那个历法。太初历以前呢，首先呢是那个岁首，就是正月不同。拿秦朝的历法来讲，它是起十月为岁首。
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发现了这种历法的不科学性。此时汉武帝刚刚完成封禅大典，正在着手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关键的一步就是修改历法。司马迁抓住这一时机，大胆地向汉武帝建议把正月调整到每年的一月，修改现行的历法。果然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下令由他来主持这项工作。因为那个治理啊，只有天子才有治理权，治理象征天子得天命，所以那个历法呀不能随便来任何人来改来治理。由于他那个改的正月就表示天命转移，是一种权力的象征，通过这个为中心呢，就推行了全面的政治礼仪改革，健全了汉家制度。公元前104年，由司马迁领导下的历法研究小组正式向汉武帝递交了一份精密的历法方案，这份方案也就是太初历。也就是在这一年，汉武帝正式下令颁布太初历，这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农历。太初历的颁布在历法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司马迁参与了太初历制定，说司马迁呢激动非凡，他把他那个《史记》的这个下限就延伸到太初，来纪念这一次重大的这个政治礼法活动，而且这呢正好也是汉武帝事业的光辉的顶点。这是司马迁史官生涯中的第一件大事。此时的汉帝国在完成了封禅、改历等重大事件后，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强大。如此辉煌的时刻，司马迁想到了父亲的遗愿，一项繁重而庞大的工程开始在他的酝酿之中。他立志要写一部像《春秋》那样的史书。那么，什么样的内容和神韵才能使它具有如此非凡的价值呢？他认为，孔子的《春秋》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他在记录历史的过程中寄予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它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大事记，实际上更是一部统治者的政治道德全书。他希望自己所要完成的这部史书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学术和政治观点上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以人物为中心写历史，他说呢，他这个写的人物就是君臣父子、百官臣民、社会各色各样的人物，提供一种卓人的榜样。所以呢，司马迁说要是不读春秋，国君当不好国君，臣人当不好人臣，父亲当不好父亲，儿子当不好儿子。所以这种指道义思想是直接采自于春秋。司马迁说他的史记就是效春秋而作。然而当年孔子借用历史来褒贬是非，是在他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无奈之举。可以说春秋是动乱时代的产物，身处太平盛世的司马迁又怎样去效仿春秋成一家之言呢？史记是用道德的眼光、理想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因此呢，他发现了历史也就是现实的诸多的不合理的地方，这样呢就激起了一种在理想和现实当中的这种张力，也就是激起了一种对现实的思考，对历史的思考，也就是对不合理的现实的一种强烈的指责。正是他所谓的成一家之言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这其中就包括汉武帝。此时沉浸在冥思苦想中的司马迁并不知道一个厄运正在向他靠近。这个厄运与一场战争有关，这场战争是大汉帝国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一场战争。战争的起因是由于这个游牧民族将大汉帝国派去的一个大使无端扣押，最后竟然把他发配到贝加尔湖放羊去了。
作为大汉帝国的天子，汉武帝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呢？胆敢如此冒犯这个天之骄子的是北方一个叫匈奴的游牧民族。公元前99年夏天，这场战争开始了。大汉的主将是一个名叫李广利的人，他是汉武帝的亲信。这支嫡系部队拥有骑兵30000人，从正面向敌方发起进攻。同时，正在张掖戍边的李陵被迅速召回长安。汉武帝命令他带5000名步兵从侧面牵制匈奴主力，配合李广利作战。然而，战斗并没有像事先预想的那样顺利。充当配角的李陵和他的5000名步兵却遭遇了6倍的匈奴骑兵，他们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在当时的情况下，步兵要想突破骑兵的包围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数倍的骑兵，可以想象战斗是何等惨烈。据说一天之内光箭就射出了50多万支。擅长箭法的李陵和他的士兵们打得非常顽强。经过8昼夜的战斗，李陵的5000步兵斩杀了10000多匈奴骑兵，但是他们打的是一场没有后援的战斗。最后，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李陵不幸被俘，被迫向匈奴投降。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龙颜大怒。他本想自己如此信任的一员战将，即使兵败也应该战死沙场，而现在却投敌叛国。一气之下，他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全都投下了监狱，当即召集文武大臣廷议。大臣们察言观色，趋炎附势，纷纷谴责李陵贪生怕死，叛国求荣。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个人就是司马迁。他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5000，他深入到匈奴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没有死在战场上，一定是想有朝一日将功赎罪，报答皇上。此时他并不知道，他发自内心的这些辩护之词将会使他的人生因此而改变。他更不知道，面前的这位当朝天子早就对他那部成一家之言的史书很反感了。汉武帝勃然大怒，你如此抬高李陵，是想贬低李广利吗？你替投敌叛国的人强辩，是想反对朝廷吗？在汉武大帝的暴怒声中，他一下子变成了死囚。如果想活下去，有2条路可以选择。一条路是交出50万银两，另一条路就是接受一种残酷的惩罚，宫刑。2条路对于司马迁来说，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因为50万对于他这个小小的官吏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在宫刑和死亡之间做出选择。对他来说，宫刑比失去生命更加残忍，因为他剥夺的是比生命更加珍贵的人格。受过宫刑的人在中国古代被排在10个等级的人格中的第10位，属于最低贱的人。他艰难地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此时，他的那部《太史公书》已经整整写了7年。在反复权衡了生与死的利弊之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生，也就是说，他选择了宫刑。他要为完成那部书而活下去，要为父亲临终的嘱托活下去，他要用后半生的屈辱和痛苦而换来那部书的诞生。
为什么司马迁要忍受宫刑的侮辱，就是说史记还没最后完成。按司马迁的说法，就是说文采还不行，不足以传世，我一定要活下来，那就是说修改史记。所以呢，宫刑以后的史料，司马迁主要是修改定稿史记，同时要补充了一些新的篇目。公元前96年，出狱后的司马迁回到了那个曾经置他于死地的汉武帝身边，并且成为他身边的贴身秘书，这个职务当时叫中书令。此时他已经失去了以往参政议政的热情，他把所有的情感都投入到那本书里。现实生活中，他失去了尊严和自由，然而在那本书里，他却是无冕之王。他可以对古往今来的帝王将相以及人世间的忠奸善恶毫不顾忌地进行褒贬和评说。他奔放的情感在他酣畅的笔下可以不受约束地尽情释放，他的喜怒哀乐渗透在他所塑造的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之中。上下3000年的人类历史通过他不断伸展的竹简在向前延续。宫刑是司马迁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受宫刑以前，司马迁他是亲昧于祖上，史记的主题是颂扬汉家为主。那么受宫刑以后呢，司马迁在由衷体会到了这个专制社会啊给人带来的一种政治上的黑暗，他体会到啊更加贴近于人民。在我们中国2000年的封建社会里，只有一个史学家司马迁说出这样的话：贬天子，皇帝也可以批评，不要说贵族大夫了。史记里面就把刘邦定义为一个流氓，举了很多的例子证明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但是刘邦成功了，而项羽呢则是备受赞颂的英雄，虽然他有这样那样的小的缺点，然而呢他就失败了啊。所以通过阅读史记，我们可以感受到啊作者对失败的英雄的那种深情的歌颂，同时对成功的流氓的那种愤懑的批判啊。这就是史记不同于后来的著作的主要的原因之一。没有宫刑，司马迁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叛逆思想，所以司马迁受宫刑升华了史记的主题。宫刑呢，对写史记来讲是不幸中的一个万幸，对司马迁个人来讲是他一场悲剧。后来他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给一个名叫任安的人。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书信，但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书信。在这封书信里，司马迁详述了自己一生的这种悲惨的遭遇，因为他和任安有同病相怜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呢他敞开自己的心灵，可以说这是一篇激愤之词。在这里边他不仅叙述了自己的遭遇，也揭露了封建社会统治的黑暗，那同时呢他表现了自己的无比高洁的人格和倔强的性格啊，也表现了就是说中国传统士人的这种仁人志士的生死观的核心。此后他就在历史的视线中消失了。很多年以后，人们看到了他留下的那本书，就是他用尊严换来的那部太史公书，人们把它叫做史记。史记它是用史学、文学、哲学予以编列一部百科全书。作为史学来讲啊，它的特点我们四个字的概括就是体大诗经。体大是指史记无体结构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相当于一个系统工程。我们说它的诗经呢，是讲史记内容的进步性和内容的全面性和丰富性，它是贯通3000年历史，天文地理人事无事无不纳入其中，它汇总了古代典籍，所以是一个文献的约束。司马迁就是让他的史书能够流传下去，生动的人物形象啊
为后来的社会国粹人物立榜样的。这个人物中间，他就塑造了一大群呢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所以呢，是我们传记文学的一个典范。这位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为后人记录下如此浩瀚的历史篇章，自己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现存的各种史料上，他的相关信息截止到公元前90年，此后他的人生就被画上了一连串的问号。公元前66年，也就是在他神秘消失了20多年后，他的《史记》第一次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把这部历史巨著公诸于世的人名叫杨运，而他的母亲正是司马迁的女儿。这是迄今为止经史料考证的有关司马迁后代的唯一记载。然而，他又是怎样以祖先的身份出现在神秘的徐村的呢？在这个只有2个姓氏的村落中，并没有司马这个姓氏，那么这两个家族和他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彭和冯都是司马迁的后代，是盖下的姓，本来是司马，结果是在狮子那边拉了一副，马子那边多了两点，就成了冯，所以这是一家人。司马迁到现在2000多年了，而我们这个盖姓啊，是在汉宣帝时候就盖姓了。嗯，就是包任安抚这个包扎兄文辞一面世以后，朝廷啊对司马迁查抄的很厉害，他通知家族啊，就迁徙盖姓。在包任安抚那个年，我们就盖姓。当即就有高门逃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梁山下老牛坡下，这个地方有个古坡叫老牛坡。相传司马迁的大儿子改姓佟，二儿子改姓冯，从此佟冯两个家族就藏匿在中国西部这片沟壑僻壤之中。公元13世纪，这里变成了蒙古人的占领区。据《韩城县志》记载，到了元末，蒙古人败退时，强令这里的所有民众迁移西去。作为司马迁的后人，冯佟两族也未能幸免。有关冯佟两族家世的一切族系家谱资料，从此荡然无存。公元13世纪末，他们的后代中有两个分别叫冯昭和佟茂的人，各自带着家族成员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他们在附近的小山坡下开垦荒地，建起了村庄，取名叫徐村。其中徐的真正含义是鱼有双人，表示他们是当年司马迁两个儿子的后代。同时徐和旭在中国汉字里谐音相近，以此来表示司马迁家族后续有人。长期以来，冯和佟两姓被视为同一血缘，两个家族之间互不通婚，这个不成文的规矩一直保持了近2000年，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才被打破。1963年6月19日，司马迁后人佟茂的第19世孙佟有望与本村一位姓冯的姑娘喜结连理，终于破了冯佟一家冯佟不婚的规矩。从此冯佟两姓之间开始有了亲上加亲的婚姻往来。我们这个婚姻还是通过过去来说有媒人还是选，但是我们过了岁以后还听说有好多人不愿意，提供他无地自己的爷爷就不太愿意，门口就学老家有好多人也不来，但是也都没有舍到我们给钱，所以我们也从没赚这些事。因为我们考虑是这同婚虽然2000多年不能同婚，
但是我想这已经拖了撇多少次了，岁月我们也曾经干这些事情，愁以后就结了婚，结了婚以后我们现在已经是三男三女六个孩子。老大现在在铁上上班，接他的班，老二才不的，老三也在危险高峰。这个名叫童永林的老人今年已经79岁，多年来老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来研究司马迁文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多年的一些研究成果却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肯定。1995年，他把家传的宋版史记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文史研究部门。为什么捐献呢？因为文化革命坚持弄定个那本书都没法保护，这个我让移到墙里头去，干头到文化革命完底去墙里去不了，那有些地方坏了。老人先后曾经担任过共青团韩城县委副书记、人武部副部长等职务，离开行政岗位后，他一直自食其力，过着清贫自足的日子。在童老的陋舍里，除了书籍和桌凳，没有任何贵重物品。他一生尊奉的格言就是：做五品官，行有品事，读万卷书，成一家言。我一生看了一本书是史记，这史记里边留的年龄还多，那是动感情的。我已经看史记看30多年了，他原来小孩子时期看，这30多年这里这列传这些书籍里边，我看到好些中华民族呢那记得。集村至今还保留一种独特的地方戏曲，这种戏曲叫跑台子戏，也叫跑戏。这种戏曲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传说在司马迁死后，村里人偷偷为他修坟立碑，每年清明都会在他坟前筑台唱戏。所谓唱戏，实际上是一种祭祀活动，表达他们对这位杰出史圣的怀念。有一年清明节前夕，村里人正在坟前唱戏，忽然听说有人带着官兵正向村口走来，村里人以为是官府前来问罪，于是来不及卸妆的演员和村民们一起向村里仓皇逃跑。后来才知道，这些人并不是来兴师问罪的，他们向村民们通报了一个消息，朝廷已经为司马迁平反，他的史记也已经公开发行。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后，村民们又在村里重新搭起戏台，把原来的戏继续唱了下去，以此来庆祝这个迟到的喜讯。这种唱戏加逃跑的形式，后来就演变成了当地一种独特的戏曲形式，成为徐村的一大民俗。也就是从那儿以后，清明节就成了徐村最欢乐的节日。如果说司马迁一生本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种描绘，那么徐村的故事就是对历史的无声叹息。2100年前，司马迁用人格和尊严捍卫了历史的真实，从而被统治者视为异类，他的子孙们不得不逃离现实，游走在偏僻的乡野中，玩着拆字的游戏，把真实隐藏了千百年。迄今为止，徐村司马迁后裔的故事还没有得到有关史料的考证，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2100年后，司马迁和他的精神依旧深深植根在这片曾经养育他的黄土地上。
在美国的大百科全书把全世界列入的传记作家，第一个就是司马迁。我认为《史记》在中国传统的国学精品中是独一无二的，它应该居于首位。它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内涵。在司马迁的《天官书》里边，是第一次对中国古代的天象记录进行了总结，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记载，而且呢，《天官书》里边也有历法。他全方位干预社会生活，国色人物的形象至今又有借鉴价值，一句话是国学精品中的一部鼻祖书和根底书。司马迁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或史学家，还是一个伟大的天文学家、历算学家。鲁迅评价他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跌倒学术界一致公认的定评。司马迁曾经用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比喻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巨人，而他自己最后的生命历程正像他所说的那样，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猜想。值得庆幸的是，他为人类留下了最伟大的遗产，这就是《史记》以及他不朽的精神。